真是实力可嘉呀，看来他真有可能登上无尽道之巅。嗯，不见得。我会终结他的。力拔尊师，那位无情的决斗机器，那小子又会怎样应付呢？能得到萧逸尊师的帮助，他一定有不同之处，我们就静观其变吧。哦，你好，我是。什么？好强的气场！前辈，我乃力拔尊师，无需多言，来战吧！啊，这么果断，那就来吧！战！这位尊师真是安静的可怕，看来要先发制人了。去吧，赤炎神龙！哼！啊，什么？啊，他怎么看起来这么平静？恐怕还没使出全力。结束了，动身吧，钢龙卫。要开始了。啊，这是赤炎神龙反击。天地俱力，山崩地裂。还好，可是这么强悍的旋风防御加反击，我该怎么办？等等，既然上攻不行，那就下攻。我知道了，上吧，赤炎玄龙。就是现在，赤炎玄龙，神龙封印。没用的，我旋风的外部是没有破绽的。啊，还真的毫无破绽。嗯，他刚才说旋风外，那旋风内？赤炎神龙，我们再来。天降神龙，哈哈，我已经破解你的招式了。哼，雕虫小技，有本事来决一胜负吧。好啊。
赤炎玄龙，雷霆一击。哇，我赢了。哼，果真有点本事。承让。第八尊失败了，遇强则强，不错不错。这一跃而起的方式，不愧是我看好的人。这小子真不错啊。很好很好，不过世上最强的对手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这次又会遇到哪位尊使呢？赤炎神龙，让我们一起完成梦想吧。这是此乃乾坤陀罗盘。你是你是修一尊使？正是在下。感谢你在我与紫啸尊使、思虑尊使的比试中的相助。我只是看不过不公平的比试，就算有我的相助，最终你也是靠实力取得胜利。你的表现我非常欣赏。前辈过奖，您刚刚说这叫乾坤陀罗盘，究竟有何玄妙之处呢？且看这乾坤轮，通过转动乾坤轮能转动陀罗盘底的环带，可以在恰当的时机改变陀螺的轨迹。原来如此，听上去很有意思。那么就让我看看你对自己有多了解。自己好的，晚辈必定全力以赴。那么请。赤炎神龙，什么？飞起来！好强的攻击力，可我还没发力呢。来，赤炎神龙，反击！啊，气势不错啊，那就试试这招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莫非？没错，你也可以试试，操控你的陀螺轮盘。原来是这样，有意思。你学得很快嘛，不过只是这样还不够。这是什么招式？此乃乾坤无尽，一攻一守，生生不息，是无尽道中的绝学。啊，原来还可以这样。那我也来试试。
这么快就能学会乾坤无尽的奥义？嘿，不但学到了，我还改良了一下。不错不错，能在这么短时间对其改良，果然很有天分。那我可要动真格了，赤炎神龙，飞龙在天。我也要使出全力了，赤炎神龙，如龙腾起。让我们决一胜负吧！来吧，我是不会输的。就这样走了？既然我输了，那我自然得离开。那你甘心就这样离开？上面还有四位更强的尊师，你就不想去挑战他们，登上顶端吗？我想，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无论多少次，我都会再来。我要登上无尽道的顶端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来一局吧。啊，什么？真的吗？太好了。那么开始吧。魔幻陀螺发射。